找机会去三大经偷摕我的车钥匙，再去我的车内，把原料桶调包。我若是讲无，你敢会相信？所以真正是你做的。这讲来讲去，拢系怪你啊！若是你较早甲林子宏切合当，伊即马阁会只欢欢喜喜继续卖伊的面膜。你敢知影即马是咧搞啥？子宏为着这个面膜，用尽伊全部心力，结果你因为你一个无欢喜，你就把伊所有的付出全部拢放水流。你阁害伊败规身躯的债务，所以你到今嘛阁咧唔甘意？唔管我甲子宏的关系安怎，你都无意甲安尼做。你敢知你安尼家必死的？好啊，安尼你去家坦白啊，坦白讲你是清白，讲你的不在场证明是因为甲我去泡汤。去讲啊，你敢讲会出嘴？所以你即马总算承认，这拢是你设的陷阱。你的目的就是要拆穿我甲子彤。对，我就是要不掉这么大，拆穿你甲林子彤啊！哎，我这阵得到完整的你啊！你竟然安尼害埋我，你乃真了无耻啊！我这么爱你，不管安怎，我都是要得到你的。若是有人加入我的挡路时，我就会想尽办法该搬开。你若是家己挡着我厝内底的人，我就用我这条命跟你拼。好啊，你就给我等死啊！一定就是好事啊！我袂跟你做伙啊！你在想什么？放弃！放弃！你在哪？啊！放我！呀！这这这这这！呀！这这这这呀！这呀！你这笨手！你能为你做家这顶大？你竟敢对伊动手？所以这件代志你无负责啊！无采我看伊阿娘介意。我这无少代价，迄心酸这份感情，结果你煞唔知影好歹，摕着好处官来对待伊，根本无这价值。点起啊！开王是唔少价值，我讲会准算啦。所以你一开始就可以接近出头，骗伊什么信用卡业配、创业投资，这全部拢是你乌卡的自通条，对不？会当给我开这么多心思，你应该感到荣幸，不是参与这么安尼。你这个笨手！呀！你娘！开龙！开龙！救你娘祖宗啊！那是开龙叔叔，我绝对不会饶你！开龙！你！开鸿就是有啥物新工厂，我绝对不会容忍的。你较冷静好无？你无看到廖开鸿规个人气硬讲啊？等伊气怪较冷静的时阵，我会豆豆开炮给伊听，分析利害关系给伊知影。我保证，到时阵伊绝对会投降的。更详细。讲到底，恁就是要逼我变成你的共犯，让我无任何选择，跟恁行甲平。这不是逼，是让你看清楚现实。你若是愿意接受我替你安排好的荣华富贵，安尼咱是双赢。不是，是三爿拢赢，包括恁爸妈一爿。你只要放弃一个林子彤，
就会当换来三瓶的荣华富贵。这么好看的代志，若换做别人，早就接受啊。别在我的面头前计较这么有情有义啦！我知影你的心内早就接受啊，只是嘴无愿意承认尔。好，既然安尼，我就安排你做阮的内应。你爱我做你的内应？我唔对，林子彤是你的未婚妻，廖家甲林家一定会想办法查清楚，到底是虾米人甲伊害到这么凄惨。我爱你替我监视林子彤的一举一动，随时向我汇报。若是有会当伤害到因的所在，你快跳出来小动作。别想想了，你免再讲啊！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回去坦白一切。安尼你就无机会阁伤害到我厝内底啦。好啊，坦白结果唔免我讲，你嘛知啦。以恁爸妈遐尼刁滴的个性，你若是把真相讲出来，因两个绝对气甲了狂，无得卡，会气甲中风哦。林子彤若是知影你反背伊，甲因发生关系，伊敢会原谅你？这敢是你坦白就能解决的代事？你现在继续跟我讲，你要等于坦白一切啊？你是在想代志啊？想啦，家豪，我先把你放开，我马上就带你离开。家豪，家豪，家豪，你搞看怎样没有？白月亮，明明就是你先对伊动手，你怎会这么生气？你要不要检讨你家己？你哪会当阁拍伊啊？拄只我讲的话，你好好想清楚，安怎做才是对你上好的？你心内有数。好，是啦，我真正想袂到代志会变到安尼。你敢知影？我甲外公受伤的人是我。我嘛唔敢，你受到一点仔伤害。想做啊，你。事情哪会变到安尼啊？我明明都事事行行拢足认真、足认真在处理的啊！既然你讲到这尔有理，那安尼你就莫东弯西搞，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啊！你这尔大声，是不是在暗藏你心虚啊？你给我等你！不是，绝对不是凯宏，我袂当安尼误会伊啊！若无阮两个人是要安怎行落？我是要安怎才好啊？是目睭紧紧看子彤继续痛苦受伤，还是过去坦白一切？坦白结果，唔免我讲，你嘛知啦。以恁爸妈遐尼刁滴的个性，你若是把真相讲出来，恁两个绝对气甲了狂，无得卡，会气甲中风哦。林子彤若是知影你反背伊，甲因发生关系，伊敢会原谅你？这敢是你坦白就能解决的代志？
汉娘讲了无唔对，坦白爱付出的代价太过多啊。喂，头家，你讲啥？你找到开封送过迄趟完了的空桶啊？你明仔载就要送去检验？要检验？那你代志唔着别空啊？是啊，迄趟完本应该是植物萃取完了，我家嘛有验收的清单证明。那是内底有残留的丙烯酰胺成分，那呢，至少会用先找出症结点。症结点就是我啊！这个奈雪兄啊，你搁干啥跑？啊，对了，今仔日心情无啥好啦，伫迄路拄着一个佩戴来囡仔，比较找麻烦，就甲伊拍起来。你的脾气奈也是这么歹啊？我是讲，不是解决的问题，一定要用拳头母啦。你可想要对我讲道理啊？是？说啥去啊？我替你抹油啊。唔免啦，你小看伤啊，这也无啥。啊对了，你头拄甲谁讲的话？哦，加工厂头家卡来啦。伊讲伊，唔免啦，莫讲啊，我无想要听，因为我无想要过冤家啊，我就点咧，我先困啦。好啦，我的代志我家己处理。予恁创空的空桶，已经予江江厂的头家找出来啊！明仔载就要送去检验。你这么敖收买，那呢这条就交予你处理啊！但是行到这来，我根本就无回头路。